最短的一条步道，也要走十分钟就完成哦。好，够。刚才看到的就是扎孔溪。那他们说上次在挖的就是这个玫瑰西摩山嘛。哪有这个名字哦？好，这个八福月岭会从这里越过这个快山，就到拉拉山。这个拉拉山自然保护区就是那个神木区那里。我们上次走到这里回去。龟西摩山，啊，很特别哈。哦，不，八月里，八零的，叫取经道。取亲道啊，取亲迎亲哦，因为最早的那个泰雅族是在巴黎那里拉拉山那里，那他们就走走了，哎，发现这条路可以下切到乌来这个富裕之地，那就有一些族人就移到这里，但是他们为了要结婚的时候不能在同群那里繁殖，对不对？他就要来这边求亲，所以就要求亲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泰雅族的求亲道，厉害厉害！泰雅族是温泉冒险，原来这叫做求亲道了哈，叫求亲道，你知道吗？对、okay, ，我知道了，可是我用不到了，反正这样好了。花明没有春，没有春呢。哦，终于走到路的尽头啦，连狗都飞不过去了。是哦，哇，哇，一个大悬崖。怎么觉得摄影师手会抖？会啊。摄影师有惧高症，看着下面也是有点抖。啊。现在我们去吃羊肉，趁酒令不在的时候，如何呢？好。So you